手啊，一起来啦！一二三 ，Hello， Hello， Hello， 好，再来再来，右手边，一二三 ，Hello， 啊，好开心啊！好了，其实我们这个河流有4000多公里的，但是不怕，因为我知道有一条小路可以走啊哈。好了，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大象妈妈跟她的宝宝啊，她的宝宝在池子喷水啊，好可爱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好了，在右手边的、啊、右手边，右手边就是她的哥哥。啊，好可爱啊！你看他的皱纹，如果你不想要皱纹，就现在不要冲凉了。哎呀，这个是他的爸爸，哇，他生气了，生气了，我们快走。来来来，哎呀，这个又来了，又来了啊！好，那么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我们看看左手边。哎呦，这是全世界最毒的蜘蛛来的，不要动啊，它会跳到你的头上去哦。哈哈，右手边都有的，所以你们都要小心哦。好了，前面的就是大象神的，在两旁呢有眼镜蛇。哎呀，为什么只有一条啊？有一条不见了。啊，原来在左手边啊，现在终于啊。好了，我们往前走啦。哎呀，这里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鳄鱼的地方啦、啊。我们叫它鳄鱼，你知道它叫我们做什么吗？它叫我们晚餐啊。所以呢，不要把你的手放在外面啦、啊。好了，拜拜鳄鱼，我们往前走啦。好了，这里就是布教授的营地来的。哎呀，为什么有这么多大猩猩在这里啊？哎呦，大猩猩会开枪啊！哇，小心！哇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好，我们上船了。好，前面呢就是非洲大草原啊，你们知道斑马是怎样跟男生跟女生的？有没有人知道啊？没有人听过啊？啊，男生的就是女白底黑纹的，黑底白纹的就是女生来的，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第二种的动物，这里第二种的动物，啊，第一种的在外面，这个是老婆啊，他的老婆来的。对了，我们现在来到。河马吃了，哎呀，啊，系好安全带，系好安全带啊！他们弄到我的船了。左手边，你看，左手边，哇，很厉害呀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前面的就是他们在跟犀牛玩呢、啊，有没有人啊？就跟他们一起玩呢、啊？啊，没有，没有人要接住我。对了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。危险的地方，这是街头族的地方来的，我们慢慢走过去啊，不要给他们发现我们啊，不要给他们发现我们。哎呀，他们好像在这里哦，怎么办？哇，太小了，太小了，快上来，快上来了，哇，好危险啊！中标？哦，没有中标就好了哈，任性去拿。好了，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就好了。我们好好玩了，现在我们慢慢的回去了哈。
都好了，我们回去啦。哇，哎呦，好笑啊，好笑啊，哇，去另外一边，好厉害啊！快进去吧。哇，好笑啊！哎呀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真是乡里峡谷了，在这里就是水神跟火神的地方，你们要做好要小心啊，因为火神生气了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来小心啊，来小心啊，我们要小心啊，来小心啊，哇，好，没事没事，有人不见了吗？不见的请举手。啊，没有就好了，哈哈。好了，最后呢，我们就来看见这个小象宝宝了，他住在石石碰水呀。嗯。好，多可爱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我们跟他说声再见啦，拜拜啦，拜拜。因为我们要回去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去啦，啊，一定要坐下来了，手和脚不要放出外面去啦。啊，手要放进来啊，小朋友，手要放进来啊。好啦，觉得好玩吗？要再来一次吗？要。好啊，再来一次，再排队就可以啦。不要。啊，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？不要。哇，很厉害啊！哎呀，你很聪明啊，只有你一个人记得，谢谢你啊，哈、啊。